身心，滋润到身心，一心为台湾，为付出，为打拼，为理想。所写的一本台湾人四百年史，英勇志士，动不动者，台湾人民好。四百年来，一定用暗示，一定用尊教，一定用求，无论时代，阮红毛，阮新时代，阮长山，伫今仔时代，阮时下，国民党时代，喊一个繁华，台湾全民族，四百年来，拢是人款，千万亿人款。就是叫叫叫孙子，孙子起来看，出口气出口气，一句话已经讲四百年啊！出口气就是家己要存钱做厝，就是要做地啦。输人了才死，我提出作为变动的理论。当然，这个工作是相当的艰难。苏炳老先生，因为安尼，四十几年，未将再转来台湾，未将再转来台湾故乡，对物质生活是相当的困苦。你所赚的钱，都是拢用在台湾，已经签签约之业，都是做独立运动，不然。由时刻来感染你。来，咱各位学员，请就位。起立，立正，站立，站直。啊，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啊，咱这节是在讲正确的台湾历史。啊，但是台湾历史吼四百年，那会讲四百年，那不爱讲三百年，不爱讲五百年，那会讲四百年。因为台湾历史是为1624年荷兰人登陆台南，还是算起1624年到即阵吼，也无到四百年。其实是也不到四百年，咱就到2023年
到四百年啦。所以咱大部分的人讲做四百年，啊，这四百年中间吼，咱有几个的区别吼，头一个头一段就是，荷兰人来占台湾，和台湾就去世界舞台，这是头一项。这拢总38年，荷兰人占台湾38年。搁刷落去，就是郑成功一旁人来台湾占23年，这叫郑氏王朝，23年。啊，郑成功到1683年，这个郑克爽导航晚清，开始的晚清就占台湾213年。所以吼、哦，我有下一本子吼、哦，《满清据台李一山》呐，哦，李一山就讲213年。啊，那有个人讲212年。啊，我得讲213年，因为我感觉头尾年拢爱共算落去，才对啦。咱算咱个年龄吼、哦，都爱到那西洋算法是爱到生日迄天开始，哦，就咱讲60大寿是到个生日迄天得60。啊，其实咱台湾人吼、哦。要不新日的巡逻多，哎，过当年啊，就么60嘞，吼、哦，对吧？啊，这个历史的算法吼、哦，头尾年拢爱共算哦，敢那未算哦，日本占台湾哦，有人讲50年，有人讲51年，啊，那徛喺历史的角度看是51年才正确。啊，咱今仔日这个晚清占台湾213年中间发生真多代志。真多代志，所以吼、哦，我伫外口伫讲课时，即个爱讲超都20几点钟久才讲会煞，但是我即马甲浓缩啦吼，哦，回顾那尔，即回顾那尔，哦。第一，满清来占台湾，有欢喜无？无欢喜呢？占着台湾无欢喜呢？奈无欢喜？哦，咱来知影这个为什么咱无欢喜，就是因为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啊，伊无意中打入去北京，啊，看到汉人哦，就奴隶心态伤重啦，迄真简单，互你做官你就来啊，互你考试。考45经，即马要国即马国民党要过一个45经啊！啊，都读书人都挤破头，就是要去做满清的奴隶。啊，都伫满清的皇帝面头前讲奴才啦。哎、欸，所以这个满清吼、哦、占着中国无意中啦。那无意中呢，因为伊的人口数就是占汉民族无到1%，无到1%的人，甲规个中国拢占起来，啊，就是汉人拢奴隶性代性啦，奴隶性的代性甲孔子真有关联，哦，真有关联，就是孔子的理论，互人真欢喜，真甘愿。去做奴隶，啊，佮做啊，佮烧酒，大家来做奴隶，哦，啊，咱聊聊是来讲，啊，所以这个满清来占台湾哦，那无介意，台湾这个土地是宝岛咧，台湾只因看目咧，唔是唔知影咧，伊外地，啊，就是因占着台湾，这个台湾是伫海岛，都爱。探北方，找北方的时阵，船才会来；找南方的时阵，船才能回去。所以一年一个来回啦。啊，那台湾若甲你革命，乱啊咧，干脆卖地好啦。啊，满洲人哦，满洲人因为人口干那一爬升哦，因迄阵人口数是40万到60万之间啦，尔。
啊，汉民族是六千万到一亿，啊，甲你征服了即落，咧中国哦，啊哟，汉民族拢是奴隶民族，中国人拢是奴隶，啊，都伊都踮遐做王个真好啊，啊，佫加占一只台湾民族个，外地，啊，还佫一个原因，迄个时阵拄啊吴三桂、尚可喜、耿精。中三个有一个三藩之乱，哦，这个甲这个完成哦，这三个拢是汉奸呐，哦，哦汉奸，啊汉奸会做大官，会做王，啊做王的时候，小在你都反清啊嘞，汉人会相信的未？未相信的，所以外地台湾，我即马无法度派满洲兵来台湾嘛。所以外地台湾，所以一准备是讲台湾有差不多二十万人，甲这二十万人的汉人哦，拢迁迁走，迁去中国啊，台湾外地啊，哦，安尼啦，哦，伊就也这款的就喏，伊就外地啊，啊都开会啦，啊不台湾要地啊外地安尼咩，迁偌久？伊无信任汉人的降兵，伊即马哪会派来的？这汉人的降兵无多派来。但是吼、哦，有一个人叫做西龙啦，西龙在台湾真出名吼、哦。西龙，伊吼、哦，伊想一个计敌，甲皇帝讲，伊知影皇帝奈不爱伫台湾。康熙皇帝讲。台湾乃弹丸之地，台湾是配他的大，得之无所加，得到也无加什么，去之无所损。啊、哦，我外地啊嘛无损害我什么物件，因为完全占一个中国，因岛的白痴，迄啰、哦、智商不足的，拢去中国做拐杖啊。恁。在电视剧内底常常看到迄落馆长哦，拢是安尼，拢白痴较侪啦。哦，拢迄落馆长拢袂晓做馆长哦，这都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哦，这个西龙哦，伊知影皇帝在想什么，所以哦，伊派袂出来满洲兵来台湾，所以伊做三个建议。哦，中央。是一个班兵制度，不习卷不逐臣。什么叫做班兵制度？就是派兵派官去台湾，三年一任。你去台湾做官，干来用做三年，三年到你就回去。啊，其实干来用做个差不多两年半，啊，都气候风势关系，我都爱走啊。哦，三年一任。啊，所以咱台湾人讲哦，即个官员来讲哦，三年官，两年满，哦，什么满？落地啊，就得个满满满，哈、哦，较紧来台湾哦，就是要来趁钱的啦，哦，啊来派来台湾是一个好代志啦，哦，啊，这是班兵制度，啊，但是啊，国家你的无阿囝。放在中国不能炸进来台湾，叫做不习卷，你不能炸查某，不能炸母子来，所以咱台湾民族在这款条件下，咱跟平埔族大量的混血到会形成、哦啊、再来一个不足成不能去想、欸、你说、欸、台北都有东门城咧吼，啊嘛有北门咧吼，啊嘛有南门嘛有小南门咧，啊西门去拆去啦吼，那也不组成。哎、欸，李孔孔四年吼，迄阵台北市长吼，敢若马英九的款吼，迄阵叫我伫教历史，叫我讲。下集也讲建成120周年，哦，台北建成120周年的文章，
啊，我来写台北建成何其晚，那也这么慢呢？因为咱的龙山区三百几年，大家也知道啊，台北城那得起百二年了而已，啊，那两百年走多去，那完全政府没要起嘛，因为你现在起城起来吼，这个城起会好，到尾就绝对是台湾人家占去，啊，完全兵我们派了再来攻城，所以吼，注意哦，你可以看哦，台北城边啊有护城河无？无啊，拢无护城河啊。全台湾敢若新竹有护城河那尔。第二，这个城敢有悬？这城低低啊那尔，你若撑杆跳一声就低低啊。所以真无甘愿去做这个城啦。哦，迄阵2004年到即阵，哦，拄啊129年的时阵吼。但是因为他建议班兵制度不习卷不足成，所以康熙皇帝说啊，好啦好啦好啦，跟台湾收一个啦，啊，收一个最欢喜一下人家西隆，因为西隆哦，台湾当时已经开发的田跟园拢总18000家，18000家中间7000家地家己会落地下落去，冒死。哦，啊，你若买伫台湾，伊就就收入就无啊咧吼，啊就7000家地家己落地下落去，所以上欢喜就西隆啦吼、哦。所以外口吼对西隆的判断吼、哦，那是国民党的判断，拢讲西隆好人，啊，我的判断是西隆是歹人。这个代志吼，啊，所以即马来台湾做官的人吼，千里为官只为财，伊讲千里为官，干那是为着钱啦，所以派来台湾拢是为着钱啦，哦，啊，个以官为骨，就是讲我来做官哦，是一种胜利啦，我来做官来台湾做官是一种胜利啦，哦，啊。这个时候有人去检举，西隆哦在骗哦，去人抽税金，抽几啊十年哦，哦，到甲这个有人去个每年的礼金1200两银，哦，啊必须有人去个过，啊，但是康熙皇帝啊，放目个吼。哦这个讲到歪起城，汉民族起城有3000年历史。这个城吼、哦，上出名就是长城啦。哦，长城就是讲北方的匈奴，一个侵略汉民族，啊，汉民族要按怎抵抗，用个长城来做啦吼、哦。啊，长城有好处就是讲外围的兵较无法度通甲你攻过来。但是缺点，汉文化，这个汉人的文化，但无法度去影响到蒙古人，所以蒙古的字是学回文，回教的文，嘛无法度去影响到满洲文，满人的文字是学蒙古文兼西藏文，所以这文化切断。所以你可能恁捌看过满洲文哦，在台南孔庙头前哦，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还有九 B 顶头有满洲文的，哦，啊伊是写安尼个啦吼，来撇来撇去我看拢看无了吼，所以这个筑城吼、哦、要起城吼、哦，汉民族会用起城。啊！但是，伊甲台湾看做敌境，台湾这个所在是我的敌人的所在。嘴巴讲同胞了，啊，其实是敌胞了。哦，啊，咱为什么来看哦？咱的
台湾人吼、哦，伫晚清统治213年中间，台湾人袂使做兵，因为做兵有武器，啊，干那会使作用。所以晚清的迄种哦，你注意看电视剧吼、哦，拢迄个头前哦写一个兵，还是写用，啊，台湾人拢写用，啊那。那为大陆派来吼，虽然讲葫芦话哦，但是写兵，哦，这个有区别的。伊家你到个牡丹社事件以后吼，到改变思考。牡丹社是1874年的时阵，啊，以前哦，拢家你看作敌民，你家看作伊也是祖国，伊家你看作你是敌国。移民哦，这是大家爱知影，所以伊根本无愿意在敌人的境内来起这防御工事，哦，所以这个台湾不足城，歪起想，哦，歪起想，所以台北城才120年来了，哦，还有对土地到底一占台湾偌大，这土地的认识。这个原住民大所在拢不属完全占的，吼、哦。我这有一张地图吼，哦，大家来注意看。这个红山关，这个就是完全占的所在，有色彩的所在。这个猪肉关，哦，这个台湾关，哦，阿尾手。这是1683年，啊，这是晚清即要结束前吼，才较快个，加即个卡马兰，这是宜兰啦、啊。所以这边吼、哦，本来这边拢叫做后山啦，啊，即卖是后山较衰起，还是这边拢后山啦？所以花莲这选市长叫做后山选举。的由来就是安尼，满清政府并无把即挂土地看作是满清的政府的土地，哦，所以大家注意看。啊，即马讲一个，这个是猪肉关，啊，到后尾就变作嘉义关，啊，大家知影虾米原因无？有啦。就一挂啦吼，因为1786年，咱台湾的民族英雄林爽文起义的时阵吼，满清三遍派兵来，拢战输了，到第三遍的时阵才战赢。啊，这期间吼，伊来分化台湾人，吼，甲台湾人明明是讲葫芦话吼。分作漳州话、漳州人，还是平啊个泉州人，啊，所以泉州人伫家己退满清来建做大干就对了，集体来做大干哦。啊，这种建议战争耍了，这个光绪皇帝不康熙、永贞、乾隆皇帝。乾隆吼讲义行可嘉，那伊讲义的吼绝对是不义啦，哦，义行可嘉，所以甲家己改做，甲猪肉改做家己关，所以咱以后民政府执政的时阵，这垃圾话吼都要甲注意上，而且不义啊，哦，咱知影历史就知影讲，嗯，这家己实在是。你是不义嘛？哦，啊，移民庙嘛是不义之民。哎、欸，但是移民庙唔就讲，哎、欸，啊，你对客人的看法都有区别啊嘞。我讲唔是，要做大家嘞吼，唔是干那客人要做，泉州人嘛要做，漳州人嘛要做，甲你分化到，你落去做。啊，客人嘛做，啊，啥物啦？啊，但是到我即阵。所有的这个移民庙拢无兴了，敢那独
客人的移民庙兴，所以因的教化也会教，咱爱的过去该教化，这叫做不义之民的庙。哦，咱后边讲会到。哦，所以台湾在这个满清统治官员贪污的时候，咱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哦，这个三年就乱一遍啦，啊，一共就乱一百外遍啦，哈，一百三十八件，而且反清啦。哦，咱即卖在讲的这代志，啊，那反清无成功，哦，无成功，你要对政府要反对吼，你无靠外国人的势力，你无可能成功。咱头拄啊，迄、那个。但酒店陈清龙哦，他都解说得真好哦。民政府有美国的支持，啊，你若大独派，你干那要个去做革命哦，保证袂成功，成功率等于零啦哦。伊个分析啊真好，啊，我这是通过历史的过去的记录证明讲，嗯，伊讲的话安尼有道理哦。这个这个。一百三十八件事件，第一种就是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反清事件有八十三件，哦，啊，第二种是原住民，原住民哦，咱应该讲做先住民啦，伊凭咱人哦较早来住，叫做先住民啦。应该叫做先住民的正确，有十七件。第三种就是分类制度，有三十八件。这什么叫做分类制度？咱常常知影讲张权斗，哦，这个下骹有迄、那个，哦，这个闽客斗，这个。族群械斗的种类，哦，那个分析有三十八件来对，头一个就闽客斗，哦，主义归革命的时阵，哇，伊就甲你分化，讲迄是葫芦人，甲你越人、广东人，吼，哦，啊，就分化，啊，恁两个就去小台，江泉岛。漳州人讲的葫芦话，甲泉州人讲的葫芦话有小可无共款。哦，安尼好，恁无共作个，好，恁落去抬。县级道，你是拄落官的，啊，伊是啥物淡水的吼，还是特产的吼，啊，落去抬。族姓道，哦，姓林的抬姓陈的，啊，姓陈的抬姓王的，哦。啊，怎么接得上趣味？客客斗，完全政府嘛，伊是带瓜嘞。客家人跟客家人，恁落去抬抬。啊，就政府的官员啊，他们遐这个主导恁去抬嘛，啊，就跟你讲派位，跟你讲派位，啊，就客客斗，就是拢是广东籍的，哦，这是客家人呐，啊，吼。啊，有客客斗，啊，同宗族斗，哦，经过分化了后，同宗族明明姓陈的，明明姓林的，嘛会使去斗，哦，啊，一个职业团体互斗，哦，就是讲，同款是一个职业团体来拍，伊有一挂挑夫吼，伫宜兰的挑夫，伊就鼓励落去台，啊个月光吼。哦这就是搬戏的人哦，落去台。哎，讲这个台来台去，那满清官员要叫恁互相小台，有啥物利益？上大的利益就是讲，恁落去小台就袂来反清。恁若反清，我这三年官两年满，我落地下都要地满，我都去用后座转去啊咧。哦，啊，上好恁互相太太，啊，恁太太，我嘛是甲你卡同事，我嘛是甲你学西咧，哦，安尼真好，
所以这就是哦，台湾去晚清时代去让人分化的基本理由。啊，即马方分化是，迄阵晚清派来的人是来做官啦尔。啊，即马蒋介石派来的人哦，人数是无够10%，拢总派来60万人。哦，所以那个60万人，这个数字有对无？迄、那个当时阮细汉的时候，60万大军，哎、啊，连小朋友跟迄个查某人拢算在内，那唔得叫做60万。中国人的话敢会信呢？啊，你安尼想，你就知影。你讲60万大军，就是可能是差不多40万那尼啊。迄是全世界上大的移民潮呢。上大的移民潮做一群安尼来个60万人，来个迄阵台湾人差不多600万人，啊有占差不多10%的人来，啊来干呐要吃要吞，哦你爱想看卖，这款的情形哦全世界无，加在迄阵台湾是波动哦，叫做台湾钱印卡巴，钱印拢会去，啊印都随便哦。去到铁路边啊吼，就公用队吼，就去大饭厝，哦，啊，即嘛叫做中华路，哦，即嘛叫中华路，啊，去日本人的墓的顶头吼，啊，去大厝，铁板安尼起个茶案大哦，哦，即嘛叫做南京东路一段即、這个甲即个林森北路，什么13号公园遐吼，本来迄是日本人的公墓，哦，啊遐都起厝大，哦。咱这是讲，这族群械斗的问题，138件吼，大概分析吼。最贵。有打来台南城，封家己做中兴王，哦，参加起义的人数达30万人。这朱一贵起义，但是无外国的帮战，哦，无参照美国遐尼幸福，有法国的帮忙，一到我都独立才成功，哦，啊，咱拢无，拢袂晓，哦。啊，杜君英要求封伊个囝杜惠山为王，朱一贵无答应。啊，好，安尼就是完全的人都甲你分化，吼、哦。啊，分化了后，即、這个杜君英因就讲，伊是大清义明旗，甲满清姚伟麒麟，啊、哦，这就是讲，伊家己来对要。分官分袂好势，即款的代志，民政府以后就是爱注意即个代志。哦，即官员吼，哦，啊来对乱，啊外口阁甲你出力落去吼，即、哦、爱注意。哦，这是2002年，哦9月17，我去一间庙，这间庙是啥物庙咧？就是当时吼、哦，朱一贵伊下无林松文迄阵抗清的一个大将军的一个庙啦，啊，因为即马无亡啦吼、哦。哦，啊，我头拄仔有讲过，满清对大陆地方加强分化，受到分化的台湾本地人，袂记得家己的。追求自主的立场，颠倒头来帮助满清政府，甲林松文的革命军来战。哦，啊，乾隆皇帝知影这個消息，来下旨嘉奖，嘉奖即句话收到分化的台湾人，改大陆为家己，所以这是今仔日家己官、家己市。这名称的由来，这是真真吼、哦，
很丢脸呐，真袂见笑的代志吼。啊，代志已经发生啊，啊，咱爱知影，咱爱知影讲过去有发生即款代志，避免以后佫继续发生即款代志。啊，即咱太多讲过啊吼。完成政府等八个月了后，才决定个台湾的一部分。哦，他都有地图有看一部分，西海岸一部分哦，挂一个版图啦。哦，啊，他派不受信任的汉人的兵来台湾。哦，啊，当然爱配上班兵制度，三年一任都爱回去啊。哦，啊，台湾不组成，台湾不使去啥。哦。啊，搁分化台湾人，哦，制造满清移民，哦，啊是即个受到满清贪官的欺压的百姓，出钱出力帮战清军，满清军的民众啊，我讲这是奴隶啊，奴隶啊，即马讲起来，这都拢是着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规定人啦。拢破病啊，拢哦，甲好人看做歹人，甲歹人看做好人哦，啊，这是一种病咧吼，这以前都发生的啊。满清移民毋是讲多一个族群哦，伊迄个时阵是客籍就客人哦，客人伊有大清移民就开始哦，啊嘛有数量。一个数量叫洛江移民，哦，原住民嘛有移民，嘛有颁奖，你就是讲吼，你若我满清政府，啊，你去用台死的，哦，满清政府出钱，甲你台，哦，啊，甲你起一个庙，叫做移民庙，哦，啊，台湾人。为了抗清去用台死的叫做啥？有人知无？叫做好兄弟。恁真侪人拜过好兄弟吼，啊好兄弟安怎由来吼？哦，咱今仔日啊先煞讲哦。所以有捌这个代志的客家人吼，伊。有一个新客家人的理论啦，哦，台湾的客家人的原乡，都是伫即马家己打到的土地上。客家人的原乡伫台湾，台湾是客家人流浪的终点。做客家人不再是流浪的客家，爱把台湾当作家己永远的厝，但是客家人首要的课题。这是这本就是为客家人自己有个性的客家人诶，莫叫国民党利用，你就是台湾人哦，为台湾来打拼，莫去受人利用哦，这就是诶新客家人理论哈。哦我都要控哦，哦，大鹏讲甲普渡的由来啦，吼、哦，台湾四百年来头前是荷兰人，1624年来台湾先住民，哦，啊，咱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计怀义，哦，啊，伊对汉人的斩杀，吼、哦，啊，了后各处各个每一个朝代拢共款。受到统治者的屠杀，尤其满清占台湾213年中间，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哦，分类戒斗，哦，啊，原住民受到屠杀，哦，啊，即个一直咧发生。日本时代的时候，咱勇敢的台湾人有7年的浴血抗日，即吼、哦、日本时代吼、哦，咱办的嘛无够多的吼。7年就是北部吼，临
干干大西哦，一只西唔好。啊，中部吼、哦，伫南投吼、哦，瓜地好，一只好。哦，啊，屏东吼、哦，阿狗叫做阿狗，林小鸟，啊，一只好，一只西，一只鸟吼、哦，哦，家己不能夹啊，哎叫七年。了后，这个活动的结局，七年了后，咱有够十四年的补种起去，才铺一块啊，遐铺一块抗日哦。搁刷了日本人哦，啊，真想去转森林大屠杀、阿公店大屠杀、大巴尼大屠杀、大巴尼大屠杀，就是吼、哦，诶，玉井，即摆叫做玉井对，哦。啊，原住民的话叫达巴尼啦，哦，达巴尼大屠杀，达巴尼要就日本人改做玉子，敢那这个话敢那俗他嘛，玉啊日本话变哪个？他嘛叫啊他嘛，啊所以改做玉子，啊屠杀，啊所以哦。咱哦，台湾人各地去互台死的人，哦，你哩捌大屠杀的时阵哦，伫路边的尸体足侪人，啊，要安怎处理？即块尸体哦，啊，就咱就怎啊讲？咱这装来哦，啊，就死一堆人，哦，叫统治者来甲咱屠杀。不管是日本国民党，还是迄个满清政府啊屠杀，啊，甲即块尸体吼，挖一个大坑，甲抬落去，吼、哦，所以立一个墓碑叫做大王宫，哦，叫做幽燕宫，哦，所以咱台湾有一个俗语在讲，田头田尾土地公，砖头砖尾大王宫，你看卖，咱台湾人为着追求独立自主，牺牲偌济人的性命。哦，这个来，搁一下，这款的庙啊，捌看过无？这就是这后边吼、哦，注意这后边吼、哦，就是一堆尸体，一堆尸体啦。你若专死一个人，吼、哦，咱们路边看到一个人死去，该抬起来都准拄好去啊！啊，一堆的时阵，你不使安尼准拄好咧，一堆的时阵哦，就起一间这样小间庙啊，啊，这个叫做大王宫、幽燕宫，哦，像这個，哦，这個、叫做幽燕宫，啊，幽燕宫，你若有求必应，啊，内底拜的迄个人。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叫做好兄弟。哦，安尼有清楚无吼、哦？好兄弟甲移民的这个吼、哦，不义之民吼、哦，你分得清楚啊嘛？哦，啊你若无安尼讲吼，咱的头壳内底吼，移民是义哦，真有义的人哦，哦，迄名都是义嘛，啊，其实是不义嘛。哦，啊，这挂人才是咱的。有人讲吼，即、这个晚清的时阵吼，吼即有人讲大王宫、八仙爷，哦，真侪啦，真侪啦。啊，有的去细啊间啊，啊，但是嘛有人去大间啦，哦，去大间较少啦，去细间的较侪啦，哦，哦，即、这个讲到即个八宝尊吼，佫、哦、叫做西处尊，哦。八宝尊吼，都是伫彰化的位离水开始吼，咱迄个那田州长吼，都离水人吼，离水吼一条溪，甲分做两条，落水溪来，啊，一条溪吼，甲灌溉吼，彰化几那千家的土地吼，这是伫清朝，满清的官员无要做这块代志呢，因为。开发一个吼、哦、水利措施吼、哦，等下有修成吼、哦，差不多要十年。啊，伊三年关，两年满，插插你
我过三年我都互调倒转去，我那都踮遮甲你做即寡代志，哦，所以即个八宝阵是阵吼，是西西泵，哦，西西泵踮遮来做的，哦，啊西西泵当时拄着困难的代志吼，就是即马即台湾的迄个溪水吼，是落大雨的时阵水呛呛叫直直流出去。啊一箱就流到完去啊流到完啊要安怎动水无法度动哦，但是西西邦吼去找到一个工程师，一个水利专家叫做林先生吼，哦，我讲不到有啊，哦，这是这介绍了，这是六公尊的吼，哦，西西邦吼找到一个工程师吼，哦啊，这个工程师吼，哦，用个石头啊，哦，放个碟人啊来对，放个溪的顶头，所以水大水一来的时候又该冻起来一挂，哦，啊嘛有可以流出去一挂，哦，啊这个测了真成功，第一彰化实施成功，刷了嘛带去迄个台北吼，哦，台北柳公圳。哦，柳公圳就这个介绍柳哦，柳公圳就是柳公圳为倒行哩啦，为新店行过景尾，啊，行到台湾大学边啊，迄个新生南路，啊，新生南路透去新生北路，啊，透去上山机场，啊，即卖新生南路迄段路吼，遐尼宽哦，原因就是下骹吼，这个柳公圳下骹吼。变做废水沟啦，即卖免咧灌产啊咧，哦，迄种排水沟啊，哦，啊，即卖即个，国讲即个垦造，虾米叫做垦造？就是吼，哦，你要开发一个土地，爱有即个接脚，叫做垦造，哦，啊，即个垦造吼，哦，你要甲申请，甲完全政府申请没有？啊，你们就去做田，啊，这些田已经做起来，啊，即下反正政府贪官都来啊，你即块土地吼，哦，会垦造是阮亲家的，你爱该纳税金，所以即垦造，即，这个原因吼，哦，即，这个原因也是即，这个为什么卡马兰依然吼，哦，经过两年的时间。就既然人已经做户口，已经做地籍图送去给这个满清政府，但是要经过两年的时间，他说国比李三中给你答应，因为他没法度贪污，所有的地都规定好，这地下人的嘛，没法度贪污，所以来拖两年了，哦，人口国土不太低了，哦，来再吃下一页，1904年，日本有一个统计，大造雨38000人，小造雨300000人，现今定年呐吼，农户75万人。哦，台湾的大地五大地主，台北板桥林本源5300家。啊，斗阿母就是怎啊无方啦吼，林献堂1500家，新竹有一个何如兰500家，啊，台中姓吴的800家，台中无方林志昌700家，哦，这日本人统计。1810年，在1808年的时阵吼，闽浙总督。台湾属这个福建省管的吼，方维德来台湾，在台北艋舺地区，哎，那叫做艋舺，咱台湾那叫做万华，那叫做艋舺，因为咱的先住民吼，过船啦吼，过来这个艋舺地区吼。
啊，在汉族来维护汉人呐、啊。啊，汉人就真看看伊这个独木舟，哎、欸，你这独木舟叫做啥？是咧问迄台船的名叫做啥？伊讲这叫做万甲。啊，所以迄个地名它叫做万甲，所以万甲的由来吼，即先说讲啦吼。即、这个五花就是五刷的滴啦，哦，甲交接著名户口清册，哦、拜托甲卡马兰、格马兰啦、啊、吼，哦，即马叫做格马兰吼，编一个宜兰啦、啊、吼，完成的通底下，哦，接引笔边不劳而获的肯手出现，哦，啊，经过两年，第110年。答好，尊谢格马兰听，啊，卡马兰，啊，这是格马兰，卡马兰，啊，啊，到个175年，卡马兰得改做宜兰，所以咱宜兰州的人爱知影讲，哎、欸，咱过去是有这段的历史，啊，台湾吼。三宝，那我会记得我细汉拢定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而且台湾三宝是什么，拢无人知哦。即摆讲给大家听，蜜糖吼、哦，咱出口吼、哦，咱出口台湾钱银卡巴吼，即个吼、哦，但是其实台湾三宝吼、哦、是这个小等人会带讲的就无要紧吼。咱迄个开港的时阵吼、哦，1784年落港，1792年八里分，1794年搬家，1户2落3搬家，就是安尼个。一户台南户，2落落港，3搬家。一户二落三房价吼，即、这个台湾哦，台湾三宝吼、哦，这则无讲清楚。头一宝，酒诺占世界产量的70%；第二，糖，荷兰人来台湾甲你建设，哦。炸这个甘蔗进来，啊，台湾的气候真好，落去种甘蔗，啊，佫刷落去，佫退，咱台湾无牛呢，荷兰实在无牛呢，进口牛，哦，为外国进口牛来，为越南，哦，为中国，为澎湖进口牛，哦，啊，来生产这糖，啊，佫一项，就是伫清朝的时阵，一个茶。哦，茶也是咱三宝之一啦，吼、哦，哦，啊，这个一户二落三房价吼，当时吼、哦、淡水港吼、哦，淡水港是全清国上唯一的粗糙港，唯一的粗糙港，啊，那粗糙，全中国。大家港口拢是入超，因为拢在吃鸦片嘛。大家拢英国人真歹心，鸦片俗俗啊，甲你卖贵贵啊，啊钱拢会爆。啊，台湾嘛是安尼呢，吃鸦片呢。啊，个当时的观念是讲，叫囝儿吃鸦片好咧，袂去外口走咧，袂去拍走咧。啊，当时有这款观念啦，哦，吃鸦片真好。啊，淡水港，什么叫做淡水港的定义是什么？淡水港的定义就是为淡水，哦，咱就知八里分淡水遐迄、那个入来，到甲艋舺，这规抓拢叫做淡水港，哦，啊，佫爱讲讲代志，这英国人哦，因为鸦片战争战赢咧。啊，完成政府讲，啊，我赔款给你啦，
赔迄种天文数字的吼，阮前政府嘛无迄个钱，啊无即海关的迄个税金你互你收啦，啊所以伊就收即、這个税金就收去换迄英国人来收咧吼，英国人来收，所以我即马讲问的一个问题，咱定来讲，即正港的，不听哦，正港的，什么叫做正港？啊，好，系，这是即马时间过来，咱唔知下去吼。正港的就是吼，淡水港是正港的，啊，副港吼就是鸡卵港，因为英国人贪心嘛。啊，佫甲你开一个港口，迄、那个叫做副港，迄嘛叫做淡水港，啊，是副港。哎，有通收钱嘛？我他妈也出去，我都有通收钱。啊，你高雄一带正港是倒位？安平啦，台南安平是正港。啊，副港呢？基澳啦，对吧？即即嘛基澳，基澳有英国领事馆的嘛？这就是正港副港哦，按先说，予咱的头壳洗较清楚淡薄哦。有即款代志发生了吼、哦。哎，搁食是啊。即、这个吼、哦、亚洲金多，即、这个台湾出产金啊。的代志爱稍我讲者，荷兰人来台湾的时阵吼，看到台湾人吼挂破链啊，这块金啊，啊这块金啊吼，绝对不是进口货，绝对是恁这土产的，啊要安怎甲你这块金啊在倒位，啊就去找，沿路伫找拢无啦。啊，找到一个所在，就是即卖利物浦，华联的利物浦哦，哦，遐黄金，即、這个落大雨的时阵哦，为山顶冲来水，都有金角滴的，哦，啊，当遐大兵，经过一年外哦，利不及费啦，即、這个费用较重啦，啊，收到黄金就输啦尔，全撤兵啦，哦，啊，尾就。咱才发现着高分啊，吼、哦，高分啊，即黄金啦，吼、哦。啊，即、这个黄金吼、哦，会发现是安怎？到个清朝末期，咱台湾有一条全中国头一条的铁路，这条铁路是为台北的北门，哦，到桂林。到桂林吼，这条铁路吼，这条铁路做个这个七度过桂林河的时候，在乌桥墩的时候，发现着金沙，哦，不得了啊！哦，啊，就引起一堆人来去啊，洗沙、洗金沙。你知影要安怎洗无？这个喷机吼，还是铁的物件吼？甲沙吼摕出来，啊经过水流，啊因为金啊较重就沉的，啊说金啊捡起来，哦，啊安尼洗金沙，一日有3000人在洗，啊愈洗愈悬，愈洗愈较发源地，啊都尾就走到高分啊，哦发现着金矿，这个金矿是露天的。这就是讲路面上哦，安尼臭白白的安尼，哎，金矿有露天的金矿，这是台湾的金嘛？啊，迄个时阵，一个达波人，我伫2000大概2003年写的吼，这书吼，这个黄金哦，一个达波人哦，一日用几挂侪黄金起来。玉，迄个时阵吼，十年前吼，玉13000啦，台币13000，我即马可能30000+啊，40000嘛，说不定。哦，迄阵13000啦，哦，啊嘛有人一日会使挖200万，哦，迄王国
用过迄啰请工啊去做的。啊，大家大波，逐日拢有通万三块的收入，万三到万八啦吼。啊，刷落刷落会发生啥代志？大波趁钱，查某就来嘛。哦，啊，查某来，专吼啥物高富奈呀吼。哦，酒家林立，酒家就弄出来啊。哦，啊，酒家林立，所以高富奈，佫叫做小香港。哦，这是咱这个阿酒金多了吼。哦，啊，即马听讲金矿已经乌完啦。真早都红乌完啦啦吼，啊！但是最近人造卫星讲探测讲一个有啦，啊！不过一个有哦，你要过去开采，都爱用特殊的机械过去开采啊！哦，台湾是波多啦，这都是高富奈夜景，哦，就是奈这个在山顶鸟不生蛋的所在吼，奈这么老烈哦。就是出生黄金，今仔日你去去的时阵嘛，同款闹热。今仔日吼变成公公的所在啊，哦，伊黄金无啊啦，哦。咱这吼，这是因为这浓缩片啦，边埔族甲高山的原住民的区别。边埔族是母系社会，高山族大部是父系社会。啊，咱台湾民族吼、哦、是大量甲平埔混血吼、哦，因为伊无文字，啊嘛无姓氏，哦，啊甲汉人结婚了，第二代毫无例外全部往个老爸的姓做姓，所以汉人系台湾人甲原住民系台湾人就大量通婚，即按就变成台湾人。所以这个证明一项代志，这个马街边一个林玛丽写一篇，写一本书，伊讲台湾的族群吼、哦，这个有咱的血85%是平埔族，吼、哦，啊，我咧写罗的迄本书，我提出一个证明，我讲咱台湾人世界上巧，我。要有证据啊！那咱台湾人世界上巧哦。我迄阵2006年出版的，啊，所以2005年的资料，我是去美国的迄个中央标准局，有偌侪案件得到专利。迄阵美国人有80,000件得到专利，第一名。第二名，日本人16,000件；第三名，德国人9,000件；第四名，台湾人6,000件。啊，但是我算法不同款哦，我算法就是讲，按个人口数，每100,000人，美国300件，第一名；啊，台湾人270几件，第二名；第三名，日本人。260件，哦，啊，德国伫后边，啊，咱甲美国人差10%。那阵啊讲，咱用的文字是英语的时阵哦，这个10%早早都超过啊。所以咱台湾民族世界上巧，哦，啊，世界上巧，甲这有啥物关联？因为咱甲这个无。不同的族群结合，自然会产生真巧的囡仔。哦，所以咱台湾民族世界上巧。哦，啊，即马在讲这台湾发生对外的事件。哦，1841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英军有来打台湾，这是项代志。1854年，美国要买台湾，这爱稍微解说一下。美国的国土除了
在英国安尼修建得来迄个东部哦，十三州吼、哦、以外吼、哦，什么德州啦，就是甲墨西哥甲迄、那个西班牙州建啊得来啦吼、哦，啊也佫有一个路易斯安那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州。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佮买这个土地，一平哦，足俗个俗哦，卖出现在卖十块多一平安尼啊，啊买几百万平，啊几千万哦，啊，这嘛是 purchase 哦，还佮美国还佮去买这个 Alaska purchase， Alaska 阿拉斯加州。不是美国的，本来是苏俄人去开发的，哦，啊，苏俄人开发的时候，啊，伊讲啊，这冰天雪地这堆哦，干脆卖予你美国啦，要卖偌济钱？720万美金，啊，美国国会阁无通过，啊，要就应该20万美金开的国会议员提红包予美国国会议员，啊，所以国。美国国会马马虎虎通过，才买到这个阿拉斯加州，这还个个税红包呢？这税红包哦，在迄个时阵美国嘛有啦吼、哦、，Alaska purchase 啊，但是这个1854年哦，伊要买台湾，伊那边来买台湾，因为完全政府都无承认后山是伊的嘛。不承认嘛，啊，所以李先德哦，讲这真简单，安尼个把这个土地买起来吼、哦。迄阵贵人有出产煤矿，煤，啊，迄阵的船哦，拢烧黑炭，哦，所以买这下好。但是过无外久，过无外久哦，1860年了后吼、哦，这个美国有南北战争内战。哦，啊，佮有美国对西班牙战争，哦，啊，佮西班牙战争占着菲律宾，啊，就好啊，啊，就台湾都无买，所以这项代志无全无成啦，哦，啊，请问台湾有甚物好处？美国哪会想要买？问这个问题哦，先爱问哦，荷兰人那就先来占台湾。台湾有什么好处？哦，啊，好、okay, 正确的答案好，我讲给你听。荷兰人是1624年17世纪初来个台湾，伊本来无要占台湾，伊去占马靠。澳门啊，澳门是葡萄牙人哦，占的所在。葡萄牙人在80年前就占着澳门，占起来。啊，占着澳门，葡萄牙人甲澳门做虾米代志？中国人戆戆，唔知影澳门的好处。澳门哦，中国迄阵出产哦，迄啰 silk 丝啦。咱讲诶，咱讲丝路，哦，哦，丝路就是讲为中国，哦，为西安呐，啊，坐骆驼啊，行过斯戈壁沙漠，啊，去到罗马，安尼，差不多爱几年诶时间，啊，死囥诶骆驼背上，安尼个载去吼，诶，这丝是真贵重诶物件，偌贵重呢？这个罗马帝国哦，有一个查某，埃及艳后叫做 Cleopatra， 有人听过这名？埃及艳后，迄、那个色人扮迄、那个，这军师，伊丽莎白泰勒扮哦，啊，伊丽莎白泰勒扮 Cleopatra 哦，伊去见这凯撒大帝的时候是穿什么衣服？就是穿这silk，穿丝啊，啊，这查甫人穿丝吼，啊，内底佫无穿内裤，
给卷去吼，凯撒大帝挡袂住啊，安尼，所以这个吼、哦，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个埃及吼、哦，啊，克里奥帕特拉，啊，你就知影讲这西瓜贵重的，哦，啊，这独家生意去和澳门人谈去，还佫强，除了西以外还佫强，中国出产的啊，别国无，哎，对，好肥啊，这肥啊吼、哦，不得了嘞。我吼、哦、去美国，啊看人的客厅，啊那会放啊一寡盘啊一寡碗，即放个灶卡的物件，那会放一下，你都唔知道。当年一个肥啊，一个盘，哦，安尼你用啊油蜡啦，啊洗洗，搁清洗个安尼，即敢那黄金啦，即全欧洲无人会晓生产。因为肥啊需要一个肥啊土，另外一个爱有超过1000几百度，还是到2000度的高温，到有法度通烧出来这白肥。啊，那600度就会使烧迄落陶器对啦吼、哦。啊，所以这肥啊吼，这么贵重的物件，你放在骆驼背上吼，那么嘛破去。啊，即嘛有准当载。澳门人哦，探这个肥啊，甲 silk 哦，瓷器哦，嚯、哦，探甲安尼油碎碎，啊，中国人戆，唔知人伫探钱，啊，这个葡萄牙人探甲安尼油碎碎，但是唔是无人知啦，荷兰人知影啦，虽然头一个印象就是要怕你，一个澳门啦、啊。但是明明枪也枪对也枪的，伊拍无人赢人啦吼，所以不得已来占台湾。这是荷兰人为什么来占台湾的主要理由。即马讲，美国那边买台湾，哦，因为台湾即挖中国军吼、哦、来做贸易吼，应该有某一种的利益，所以美国要买台湾。但这项代志无成，哦，1860年天津条约，台湾开港，哦，台湾开港啊，所以有降港、沪港，哦，就拢个造材。1867年，美军罗美号事件，1867年哦，有一台美国船哦，游艇哦，啊，在屏东一带哦。啊，搁浅，啊，人得去哦，原住民抬死，所以美国全派军舰来，啊，来，等到伊个副舰长去哦，人杀死，哦，我独钱来杀死，啊，毋着战也无赢咧吼，啊，马秀全甲满清政府交涉，满清政府讲，迄个毋是我的土地啊，你甲我讲哪有效，所以。迄个时阵，美国人直接来谈判，甲原住民谈判，哦，原住民谈判，这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已经跳到国际路线顶头去。啊，头拄啊，我即摆阁想着一项代志，就是黄金的代志，黄金的交易，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发现到这个黄金的交易，吼、哦，安怎交易？你知？咱台湾是世界吼、哦、上叫做啥？上有尊严的民族啦，吼、哦。一看到这个叫做 silent trade，silent 就是 keep silent， 歪讲话啦。我跟你无讲话，啊，国有法度跟你做生意。哦，叫做 silent trade， 沉默的贸易，不讲话，天哪，哪有这款生意？哎、哦，安怎做呢？在台湾，我阵啊有一块黄金，啊，这块黄金虽然在啊，但是真贵重嘞。我就挑工摕只大树啊来，四角拢给
石头甲伊藏掉的，中央啊藏一个黄金，啊我转走，啊你为遐行去，这一定有人的，哦，啊唔敢去甲伊无头火啦，哦，啊就行去，啊一个行为遮行去，哎，这个我真爱的，好，我身骨有两领，落个皮。落个皮藏落去，啊！这块黄金我摕来去，哦，啊！这两领落个皮全藏在遐，有可能别人该换别种的物件也有啦，啊！有可能全都拢无人换，啊！过一两礼拜了，本来藏黄金迄、那个，全去遐看，哦哦，黄金变做落个皮，啊！把落个皮摕转去，完成了叫做全世界无的 silent trade。所以你知影讲，台湾民族这么优秀，全世界无的啦，这是荷兰人的记录，哦，这是台湾黄金，无讲到吼，哦，一个1861年大南澳英德强垦事件，因为完全都无个一挂土地承认是伊的嘛，所以英国人、德国人。他们也得垦殖啦吼，这事件啊，1868年九诺战争，咱知影鸦片战争，啊都唔捌听过有樟脑战争吼，啊这个樟脑战争是安怎起的？就是这个满清政府大家拢贪官嘛，哎，九诺这阿东啊拢要来买咧，吼，闭嘴。公卖，私人袂使卖，拢予政府在卖，家己包。哦，啊，英国人哦，为遐个，伊无咧甲你管你哩，啥物政府在卖，哦，啊都，甲英国人推呢，叫兵啊甲拍，啊拍诶时阵，英国专派兵来，派啥做？25名士兵，就登陆台南，啊，甲台南的满清的兵300名拍败，哦，啊，这个事件叫做樟脑战争，哦，人25名都甲你砍掉啊，哦，所以你也知影，当时清朝的兵力是来偌差的。1874年日军牡丹社事件。这个知影的人较侪啦吼，牡丹社事件是伫屏东迄个所在，就牡丹社。啊，牡丹社的人有这个看到琉球的和平卫啊个，啊个台死哦，台死。啊，日本政府来抗议，甲英国、甲清朝抗议，啊清朝讲，哎、欸、嘿，啊无属我管呢。你要安怎？你去创？啊，马秀，啊，就英满清的政府啊，讲满清的官员啊，你讲好，日本就派3600名兵来为车城登陆，车城登陆啊，转去牡丹社，啊，去牡丹社，甲牡丹社战半年，死几个？日本兵4-6个，破兵死差不多1000人。伊要叫帮阿定做都好势啊！哦，啊，这个啊钓着边的哦，啊未见的哦，我一半。啊，这场战争我就战啊真歹啦，哦。啊，真歹的时阵，啊，满清政府就推推的吼，我荷兰50万纽银，啊，你拜托恁走，啊，这就牡丹社事件，哦。啊，1876年。西班牙的洞赫事件，西班牙看讲满清啊，你这么推，甲你恐吓一下，阮多一年以前都把咧准客人抬掉哦，啊，所以讲啊，背来，哦，安尼，甲恐吓，哦，啊，苏联嘛甲恐吓，哦，啊，1884甲1885法军攻台，这个都较有当讲，咱有一句话叫做“西阿患”。有人听到无？
啊，不是蛇丸蛇丸哦，我记得哈，就是法国人哦，法国人哦，来打鸡人，啊鸡人站起来，啊鸡人为鸡人要来台北哦，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沿淡水河起来，一条是爬山，三条角啊，是安尼，爬山啦吼，爬山起来。啊，为这个淡水河的吼，当时是刘铭传吼，伊踮淡水河该沉几啊台的船，啊，淡水河船，你这船全袂当过，袂当来往噶，啊，所以水路一抓袂通，啊，怎行？行这个绿地吼，绿地爬过山的时吼。啊嘛，完全政府无法度抵抗咧，都叫即台湾的勇，即、這个勇是为倒来，伫即个林献堂伊的迄个阿伯还是阿叔吼，哦，林文茶啦吼，哦，组织600名的士兵，伫即个鸡人的山顶伫等即、這个。法国兵啊，法国兵也拍袂起来，哦，安尼坚持啊，所以法国兵哦，迄古巴将军啊，卖怕，来拍中国较紧，啊，无怕台湾，啊，全军甲开诶，啊，全哦，两点钟久来对，甲中国诶南洋舰队歼灭。恁捌听着北洋舰队，啊，毋捌听见南洋舰队吼，哦，迄啰。垃圾代志拢嘛唔敢讲，南洋舰队设立北洋舰队，就是设立南洋舰队嘛，啊不然就叫做北洋舰队，伊就叫中国军舰队就好啊嘛，还是叫满清舰队嘛，哦，啊北洋舰队就南洋舰，南洋舰队两点钟过来，就叫法国军安尼牵扰起来，哦，啊行啊平哦，这个古巴将军死的平哦，在平哦有一个古巴将军墓。好，1895年，日本军来打台湾啦，这大家拢较知影吼。南洋水师对南洋舰队啦，吼，哦，是清朝的洋务运动中间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成立在1875年。当时由沈葆桢建立，哦，到1884年，中法战争已经有规模，有巡洋舰、有炮舰17艘，约20000吨。1884年，哦，南洋舰队失去两艦，佮意外佮沉一台，哦，停泊地在上海佮南京。这张图吼，这个春帆楼吼，满清的官员吼，这里吼老刘辫子，这拢满清官员啦，啊，啊这日本人啦，这日本人吼。这个春帆楼签这个马关条约，就是咱们这个房间签的啦，哦，来，搁这啊，台北府城的建立，好，哦，1875年设台北府，哦，1878年。台北的地户无着20万纽银吼，哦，为工程费哦，用个树林的山石做材料哦，开始建设台北府城。1882年工程完工啦吼，哦，成立东南西北西南五个门哦，
东门叫做赵正门，西门叫做宝城门，南门叫做立正门，这立正现在也看得到，北门叫做承恩门，修兰门叫重熙门，东门 后来叫做改成为景福门了。景福门这有一首诗说，多是当时月，还临景福门，这就是谁人呢？一哭风嫁绕跑啊，留下一首诗啊，这个时注意哦，台北无护城河的这个观念完全统治193年了后，甲台湾也阁看作敌境，你就知影讲哦，这头壳自己的观念那个共产党看国民党永远是敌人啦，193年了后嘛是还阁敌人，啊，这个国民党的人推推想要去两岸统一这就是爱注意抱着敌境的观念1887年台湾建省1894年正式把省会由台中迁台北94年一年来年就95年就把台湾挂给日本这就是这些重熙门的关，这东门啦，这一丛树啊，你看这丛树安尼，实在是无啥关啦，正经话讲也是无啥关OK， 这个晚清统治台湾的时代大概都是安尼的境界即马来问各位有啥物问题无？那无问题我都要搁放下卡一条。有啥物晚清统治台湾有啥物问题爱问的，咱唔知呀。无晓得呢。这个插进去。我稍休息5分钟
大家搁上座吼，大家搁上座，啊那有啥物意见吼？哦啊无清楚的吼，做你提出来，因为我要写一本书吼，参像这本吼，这本书《满京巨台礼仪三》，啊我这本书做那讲有二十万字啦吼。我们都爱看两百万字，但我都写，哦，所以这是综合本啦，吼、哦，综合本，即卖是讲完整迄个时代讲煞，即卖就讲日本时代，哦，即、这个是明治天皇啦。咱普通明治天皇的图片较安尼看的吼，但是明治天皇有这相片吼，有相片是差不多在1895年几年吼，这个相照相机都出现啦。哦，所以咱在讲历史的代志吼，在超过。那在日本时代，我开始的时候，都开始有相片啊。啊，迄阵咱台湾人去用掠去的吼，有相片。哦，像讲干大师吼，就是手往扣掉的吼，啊，身骨挂一个干大师吼，啊，准备要去受刑啊吼，啊，留一张照片安尼。哦，这是明治天皇。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是这个亲王吼、哦，这个是日本天皇的唔代表弟还是堂弟，都是亲家啦，真亲的诶小弟啦吼、哦。啊，伊是本来是领军伫这个中国的这个辽宁省，哦，伫辽宁省也带兵马，啊兵马。即嘛，满清甲台湾挂予日本，所以吼、哦、派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台湾。啊，即、这个人就是为鄂队定了。鄂队知影在倒位？福隆海水一场边仔遐吼，一个叫做鄂队，迄属也阁属迄啰。台北县属台北县啦吼，也阁毋是属宜兰呢。啊哈，啊丁六，啊人讲郭先生哦，去甲迎接，哦，啊谢人伫讲诶，五六天伫讲诶，五六天了后白讲，伊安怎讲来？伊讲哦，诶、欸。看到远远有一个人在个行哩，在海边一个人在行哩，哎，这人啥人？哦，原来这就是郭先生，所以以后郭先生做大官，这胡说八道。安怎来讲胡说八道？因为为台北这罗汉卡吼，行路是行到水顶卡，水顶卡是倒位，就是十字啦。行到十字行路行会到啦，行到鄂队吼行袂到啦。哦，啊，伊登陆的时间是下晡两点外，啊，日本军登陆的时阵，登陆的伫即、這个伫即个鄂队清军有三营的清兵，啊，走甲离国家，走甲无嘛啦。啊，那满清政府的军队那拢袂进的呢，拢袂进的，迄什么？现在、哦、因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日本人要不来台湾以前、哦、台湾、哦、由这个满清政府的官员成立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副总统邱逢甲，唐景崧做13天专为淡水绕跑，啊，副总统
欸，看总统闹包，嘛隔无几工，为这个苗栗吼，敢那通宵的迄个所在嘛闹包，所以吼，即阵只讲一个有一个大学叫做皇家大学吼，实在真不要脸，对吧？咱以后家己吼爱注意，这是真。还有真未见效的代志啦，见不得人的代志吼。即马讲北白川功能久，即、這个人为恶对定了，哦，啊全隔无几工来个水顶卡，啊水顶卡的时阵吼，啊千军吼，元有三赢。钱赢是500人，三赢应该有1500人，但是历史的记录当讲约千人啦，啊，走啊无半个，那叫做约。因为满清政府即个满清官员哦，即、這个我有500名薪水通摕，啊，我就申请500名，啊，其实我才300名啦，啊，剩咧200名地外来落地啊，哦，这个。是空缺啦，对啦，啊就端了几跌落去啊吼，啊跌个真习惯咯，啊所以1500人春潮都900名，啊到尾嘛看到日本人来啊，就走个离国家，啊走去倒，走来台北城，官兵变强盗，人是有强盗变官兵的，啊伊是官兵变强盗，专哦。集体抢劫，看到人就抢，要买酒抢抢的哦，再穿军服去抢，哦，啊抢抢的，再抢个政府的迄个官厅的所在嘛是去抢，哦，啊台北城哦，咱的茶叶之父哦，茶叶之父叫做李先生啊，李春生对，哎，真好，李春生哦，李春生哦，讲安尼袂使，台北市乱七八糟哦，日本军伫水顶卡，咱爱叫日本军入来，哦，所以伊就叫三个阿督啊，三个阿督啊，一个叫做 James Anderson， 即有相片。我今唔得有相片无吼，无要紧。那我小阵看到相片，大家讲 James Anderson， 啊一个是德国人叫奥雷，啊个一个啊就马赛阿多啊，啊穿西装，迄阵西装话叫做燕尾服啦吼 ，tuxedo， 哦，就是后边两个马溜滴吼，迄个 tuxedo， 啊坐马车。啊，都去到水顶卡，啊，伊也未到水顶卡的时阵哦，这个郭彦玲哦，听伊讲，会去做保镖也袂歹咧，有钱通想咧，啊，所以就去做啊，就去到水顶卡，甲日本人讲，我代表台北城，啊，人日本啊，甲讲日本话不通，甲讲英语。你台北是外老热的，台北有2条洋人街呢。哦，会晓讲英语的几千人呢，2条洋人街，啊，你这唔捌英语，叫个这唔捌英语的人来，好，啊，无你唔捌英语，啊无讲北京话，嘛不通，3个不通，啊，你这吼，你这是失败嘛？哎，抓起来，甲郭彦玲抓起来。啊，郭彦玲了个，但这个时阵看着三个阿督啊来，人三个阿督啊，自然英语啦，还是德文啦，拢会晓讲，吼、哦。啊，甲日本人沟通，讲台北城哦，即嘛乱七八糟，欢迎你，日本军较紧一个台北城来救台北的市民啦。哦，啊，这北白川功能就当然听阿督的话，啊，就问讲啊，这個。沿路的迄个电报线吼，有登去无？铁路有登去无？啊，拢无登，安尼好。啊，嘛问郭彦玲有登无？郭彦玲讲无。啊嘛，哎、欸，无，俺就知影郭彦玲是要来纽约，
要来摕这赏金的啦。啊，郭先生哪会用升大官？有道理滴个，什么道理？因为满清政府不准台湾人做官，连做兵嘛袂使做。我即马挑工提拔一个台湾人来做日本的官，互恁台湾人看，阮较尊重恁台湾人，偏满清政府较尊重，所以郭先生就趁着一个。啊，但是郭先生也真巧，也有其他巧的所在。这個、北白川宫能久，吼、哦。啊，当时这个你要注意哦，这是满清的国旗。啊，即马啊，都啊拢画作这唾血啊、哦，对不？这只龙的龙，这是龙土珠啦吼、哦，蓝龙戏红珠啦，啊，这叫龙土珠啊，对不？这巡抚唐景崧哦。前清台湾巡抚广西灌阳人吼、哦，唐景崧，啊，伊咧做十三天的总统就走啊，啊，要走以前吼，迄、哦那个政府有一寡公享的公家的迄个钱吼，伊、哦、回去上海因兜，回去上海，啊，讲本来回这寡钱，伊讲要去买武器，啊，钱拢给回出去。啊，无啊，囝拢伫中国，啊，安尼好啊嘛。所以日本人来，就十三天伊就落跑啊。哦，就即个唐景崧，啊，即款做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哦，啊，即、這个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嘿，蓝地黄虎，这画甲三不像，都位不都位唔对。刚才姓鸟啊，吼，有姓鸟啊啦。台湾都无好咧，你要为啥好唔捌咧？这些阿达嘛恐怖力啊！哦，伊那都画这个蓝地黄虎哦，你若看这个吼、哦，这前一张。来前一张哎、欸，啊，没人哦，呵呵前一张哈、哦，配甲，哎，这个是对，好，我另外再倒退一张哈，好、啊，这张是蓝龙皇帝的哈，啊，这个是。蓝地黄虎啊，这是刚好、哦、中共哦，哎，一心在归附他了哦，这所以这个图哦，画到到底哦，哦，我小学的时候去台南哦，赤坎楼看到这张图，哦，我欢喜的安尼相机安尼，赶紧翕起来，哦，啊，结果啊，才知这闹鬼代志，哦，蓝地黄虎了哈。哦啊，这是台湾民主国之一波印，年号永清啦。这听这嘛名嘛袂好过，哈、哦，哎，时间也即要到啊，哈、哦，永清呀，哈、哦。啊，这苦王家也是哈、哦，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贬州去做赤衣子。回首河山亦黯然哈、哦，这拢个罪吼怪乎别人，啊，家己闹跑，这款人也真多啦，哦，啊，这是大稻埕的码头啦，吼、哦，啊，李春生，咱台湾的做地啦，吼、哦，这个会晓讲英语，伊头一日。伊、那个去日本，伊去日本，啊，都去用笑迄支辫子，大概是吧？啊，全旧的房间都摆出来啊，哦，叫剪头师傅来给夹头章，变成一个西装头，啊，
做三领西装，三套西装，啊，逐工刚出来甲人见见人，啊，李准先啦吼。啊，我这里就讲，有一个 James Davidson， 这个阿叔啊，代表台北城的人来邀请日本人入台北城。啊，日军入台北城，这北门城有看无？一个有城嘛吼、哦。啊，这头一任的总督华山之计总督，啊，我即摆问一下哦。台北车头边啊有一个华山站，本来迄个华吼、哦、是加一个木字边啦，啊，即摆中国人来迄个木改摕起来叫做华山。好、哦，安尼讲个咧，就知影为什么叫做华山站。哦，这是一个客运站啦，吼、哦。哦，时间无多啊，吼、哦。我甲各位讲一个，即、这个咱头前拄着一项代志。即、这个，啊、哦，即、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伊拍到台南去了吼，叫咱台湾人用个德国刀菜刀，吼、哦，为颔管啊给留落，哦，伊徛喺马顶头啊给留落，啊，抬着动脉倒落，啊，转较紧的送去一间张厝，台南吼、哦、一间张厝，啊，要就死喺个张厝内底，叫台湾人抬死。但是日本政府发表讲死的马拉利亚，哦，日本人特意做一个庙，叫做台湾新社。台湾新社在多位呢？啊，咖喱，啊，咖喱遐有无？吼、哦，我要讲的是在台北哦，去个燕山饭店。去燕山饭店，哦，啊，燕山饭店起好了后，全起一撮路吼、哦，叫做中山北路吼、哦，哦，有一个经过迄交河桥啊，即交河桥，哦，啊，中山北路，啊，到中山南路，啊，到个东门城，啊，即撮路叫做三线路，那叫做三线路。啊，三线路是什么意思？咱有一条歌吼、哦，叫做《月色照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那都那有两人哎，约会约个三线路。就是迄个时阵，这条公路做起来是绝对世界水准。这树啊，真大张，真水。啊，那约会哦，约个迄个三线路，所以就月色光光，吼、哦，这三线路，啊来纪念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是头一个在海外建设的日本。皇族，我今天就讲到这，安尼大家感谢大家。啊，稍等下哦，有一点仔代志要宣布。稍等下，咱有小组会议吼、哦，啊各州吼、哦，要去找所在去啦吼、哦。啊，有这回加一个题目吼、哦，就是要个对这个民政府的建议，什么建议拢无要紧吼。哦啊，州长得对这个咱的秘书长来报告就好啊。哦，安好，谢谢。今日，立正，今日，请坐。啊，这我报告一下吼，咱等下小组会议煞吼，咱一楼餐厅有绿豆汤吼。啊，甲大家去遐享用，好，多谢，谢谢。